出发。现在我们要去接一个朋友，今天来清迈，他的名字特别牛逼，他叫宝宝。我刚看到非常准，他马上降落了。从我家开到机场差不多多少时间？10分钟？15分钟？15分钟。所以在清迈要接机特别方便，因为我们在上海接机的话要提前一个小时，在清迈的话只要他落地的时候告诉你他已经落地了，然后你开车出去还来得及。因为我家现在住在杭东这一块，其实离市区不算特别近的地方，但是清迈并不大，所以开车15分钟基本上没问题。到机场了，从来没白天接过机，那么多车。火风。什么海风山呢？海风山的上次。热死了，热死了。嗨。害怕。萨瓦迪卡。Sorry。萨瓦迪卡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呀。好风卡。谢谢。吃饱了吧？没有啊。加了数字加了什么？我买啊，我买啥？我买毛毛买的，也不不好，不啥不。Let's go.